咱笑好笑歹拢无重要，主要是内底的内容哦，里面的内容。像咱各位前面才拄啊，甲有看到这四台台空，有吼。啊，像咱各位前面有哈甲各位请教一下，咱细俗的讲四台台空是讲对什么物件？无食酒啦，无食酒啦。无好笑，无笨。吼、哦，咱原来是马上讲佛经内底的素来来讲，有哈阿伯来道场学修的时阵，拢是听流行歌，讲酒色财气。酒色财气四大皆空，世俗的人会不会这样说？啊，在里面二马仔，啊，你看爱啉酒的，看起来就是空空啊。样哥，咱吼，既然已经求道啊，求道就像咱去学校注册同款，但是吼，啊，请问各位前辈，咱读报无同间学校，啊，学生啊，穿的衫敢会无同款？哦，啊，读的册敢会小可啊无同款？嗯。哦，啊，读册时间敢会阁小可无同款？会的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既然求道啊，咱决定要做一个修道人。所以，咱交世俗的人有淡薄仔共款，不过有做侪无共款。这个是为虾米？这个时间礼拜透早，为虾米？礼拜透早八点，因倒伫农场顶，倒咧乌乌困，啊，咱就爱伫遮坐，因为咱是。修道，咱注册这间学校是咱的一贯道的学校，哦，仙佛训练学院是不是？嗯。所以讲，咱今麦要学的四大开口，不是酒心财气啊，是啥？身心性。他拄啊，咱的地传师讲的，这是啥？身心性。这是啥？土土，但是吼，哎、哦，地水火风嘛。啊，搁再啥？水水。哎，麻烦再先甲学校印一个声的啦。好好。啊，无学校吼，家己讲安尼，家己就只家己讲，煞会歹势，歹势歹势。来，搁啥？会会。啊，搁啥？好。对对会吼。好。河水会风，四大皆空。但是，请问各位人，咱的这个地球，若是无这四项物件，干啥子？干啥子？各位人，咱看咱坐的椅啊，敢是这四项物件组合起来？敢爱有土、浇水、种树啊，佮有这个茶，通好做椅啊嘛？敢有火烧，迄铁啊，敢会歪嘛？吼，敢会当拗嘛？啊，做好油擦擦落，敢会风甲吹落呾？啊，无油漆会敢那个坐落了，袂使食。可是吼，所以土水火风这些因缘合合而成，造成我们世间的这有形有相的物件，吼。就这些友情，其实都是因缘合合而成。就算讲咱人，也是这几行放开。到前天要甲咱了分享一下，咱身躯做一行是土，骨肉了，骨肉了。咱的血嘛，甲骨头，甲是就像土。老师，学校的小学老师，讲一个足趣味的比喻，伊讲。咱人拢是土做的，因为女娲，伊在讲女娲造人的故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，啊，我证明，你讲，你露露的，不管你身躯洗偌清气，吼、哦，你讲露露的，拢有仙骨啊，真的、哦，人是土做的，啊、哦，但是我们有更有根据的，我们的。皮肤骨骼其实就像土一样，是我们人的基础，其他的基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人够有水，啊，水分嘛、啊，水。请问各位前辈，咱地球是百分之几拢是水？七十。百分之几？七十。百分之七十，
因根据统计，大约70%。啊，咱人嘞？我们人也大约50%到70%都是水分。安尼有恶苗无？人最小宇宙。土水啊，搁火，啊，咱人辛苦的火是啥？有啊，我好早伊个囡仔叫袂起床，我规把火啊，我规身躯拢是火，我水较少。体温，咱隔壁的真系难受，烧烧呢？够烧烧，还是冷机机？吼吼，烧烧啦吼！咱的体温就是咱的血，咱够有风。我穿开舒服一种，是啊，咱的穿开，穿开就是咱的风。好，啊，咱这个人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因缘和合而成。我们这个有形的身躯，到底干卖无去？有吗？所以就是咱谈多啊。古书内底有讲到一句叫做“有形即是占用照用”，啊，即是照用。但未使无这个身躯，啊，因为我们借假修真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身躯，我们要有这个能量。盖当来修的，样哥咱袂当执着，因为咱知影啥物，有一天也消失，也退化，也无去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袂当执着，吼、哦，这是四四大皆空要甲咱讲的道理。咱来珍惜咱的这个身躯，唔过咱袂当执着。刷落来，内底敢有讲找到自性本用？请问各位真贤，他拄啊，咱嘞讲师，佮是已经有讲到自性啦。啊，敢有真贤想要用伊个话，甲咱分享一下，啥物叫自性？自性是啥物？自性，自性佮性良心。良心本性，良心本性，来掌声鼓励。请问各位真贤，咱叫啥物名？汪凤秋。好，凤秋浅浅，谢谢你的回响、分享。好，咱的自性本性啊，对不对？在咱的手、微微的面啊。咱的视频讲师讲，在咱的玄关处，有好要讲的，已经给伊讲起啊，对吗？好，不是你，目标不是你，咱的手面，也不是手机的时阵。嘛毋是伫咱忧愁感情的时阵，嘛毋是，就算讲咱快快乐乐的时阵，敢是咱的自性？嘛毋是，快乐敢会过去？会啦，很多所有的情绪拢有过去的时阵，所以咱若咧艰苦的时阵，莫想伤济，因为伊会过去啊。你讲袂啊？我即其他已经伤痛过两冬啊，等到有一天咱袂喘气时阵，伊就过去啊。但是吼，你后下拢爱甲家己讲，安尼，逐天拢爱烧衫，啊，搁爱披衫，搁爱烧衫，搁爱披衫，这件代志是要做到点时啊？等到做到袂做的时阵，就过去啊。所以会做就做，莫想遐济，但是。自性本用，即马白苍苍，因为咱的自性本用就是白苍苍。他拄啊，咱的视频讲师有甲咱分享，讲咱自性本用就是咱的玄关。各位真贤，咱拢有求道，对不对？咱拢知影三宝其中一项，就是要叫我们守玄。但其实咱这个家体吼，真好用。真困扰，为虾米？咱个目睭会看有鼻啊鼻，做只臭臭，我就无爽快。这目睭看着这就有水脉，要唔过啥物时阵，咱会当找着咱的自性迄个空无念头的时阵，就是守住玄关的时候。所以讲，咱若咧受气的时阵，你个。甲家己讲，守住玄关，关照自性，就无念头啊，就袂生气啊。
阵才是你真正的自信的所在，你才有法度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敢是？所以有人讲吼，啥物时阵卖去踅超市，啊无你会落买着足侪你无用的物件，啥物时阵？巴肚枵的时阵。巴肚枵的时阵，各位前前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巴肚枵枵的时阵去踅超市，看到一项啊买买，看到一项啊买买，看到一项咧上嘛做好食，做来买就来看。其实我本来只是要去买一罐豆油尔，再买遮侪糖仔饼，无需要的物件，所以讲，咱的目睭拢会把咱照明白。要经常关照自信，就是首选。呵呵，吼，安尼咱就会当心枪在交咱的主席做会。刷得来，过来，咱的收到的方向是啥？他跟我讲，牵着多利的手，咱的身躯牵着多利的手，为什么伊要把咱牵呢？咱有摇过细汉囡仔嘛？啊，细汉囡仔出嚟的时阵，咱才会甲牵的，因为惊伊安怎？惊伊乱动，惊伊走迄个无去，但是。我嘛是同款啊，为什么要甲咱牵呢？虽然咱已经注册啊，唔过吼，上好哈，会害怕手感啊，困过头，干脆莫来啦。啊，所以生活爱甲咱牵呢，万不哩，咱若是害怕，还是讲惊唔着咯？爱来一斤，咱一斤五百块几啊？给掉音，所以方向不对，怎样努力白费？啊，那方向正确，你就会较早到位啦。所以咱的师傅讲，爱甲你看呢，互你知影你收到的方向，甲袂走唔对位。收到的做啥物事？做啥物工作？是，就较目前的抗战吼。就在这四期，这后下的抗战，吼、哦，学啊，这啥？杠，讲翻翻，学修讲翻，后下即马咧修道的功课是这四项，啊，学要学什么？你听啦，我咧听。咱现在咧听真诚讲咱三不离，吼、哦，够真诚要甲咱大家分享什么叫三不离。不离啥？不离佛堂。不离佛堂，佛堂。第二个不离。不离经典。三不离。不离经典啊。是。各位经典，咱上看卖，不离佛堂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来来佛堂，是吧？很多咱来执理的这些前贤们，他们就是有透过学习理解，很多在改向这版的人才嘛。不离魂的，不离经典，经典内底有太多啊！咱的江苏甲咱讲的叫做道理，四书五经，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，不离经典，吼、哦，再来不离善知识。来看咱隔壁的真系，咱甲看一下。不离善知识。咱甲看一下，敢有感觉真古锥的？有吼、哦。大家拢足欢喜来到咱的佛堂做伙学修，迄就是咱的修道的伙伴。同修就是咱的伙伴。人讲一个人，一个人走得快，就是走路啊，一个人在走很快，行足紧的，一个人会当行足紧。吼，啊，不过咱若要行较远的，爱有一群人做伴。嗯。啊，咱即群人来当做伴，啊，做伙修道，去到咱要去的所在，安尼，但是，吼、哦，所以学什么？来佛堂学经典。经典，啊，修要修什么？修啥？
修心，修心。啊，拄仔咱诶讲师有讲，修爱心，修别人还是修家己？家己。啊，先将家己修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家己要修啥？身心，身心。什么通够修诶？身可以啊。希望随用身体通情。修身。修我们的心性，对不对？修道修心。啊，这个心是什么心？要修什么心？咱要有什么心？咱的心，咱头拄仔一开始就讲啊，咱交世俗的人无同款啊。世俗的人，因修的是追求名利的心、赚钱的心，但是个人要修的是啥？头拄仔歌词内底有讲，好发上的形状。先佛应，先佛的形状。啊，先佛的心是啥心？公心，这公心。慈悲心，菩提心，但是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咧修的时阵，修咱爱有慈悲心，爱有菩提心。咱不是做代志之前，咱讲咱做代志拢有一个出发点，吼、哦，咱做代志有一个出发点，吼、嗯。哦啊，所以若讲我今日要去买菜，就是因为我下下要请囝婿，哎、嗯，就是哦，那有一个出发点。啊，咱今日做这件代志的出发点，敢是拢是好的？安尼恁就有菩提心吗？哦，咱若要做一件代志，然后先检视一下家己的出发点，就是咱的发心是啥物？是慈悲的吗？是对别人有帮助的吗？那是，安尼咱就是咧发慈悲心甲菩提心。嗯。好、哦。好啦，啊，讲啥？讲真理，讲道，讲道了，对。讲真理。你讲讲真理。他拄仔咱诶讲师咧讲诶，他是引经据典。是是。伊敢是讲迄落昨昏新闻发生的代志？无，真少，也是会要引证的时阵，就是会吼。啊，不过咱大部分咱来道中咧听的拢是真理，什么是真理？经过几啊冬拢未变的，迄个是真理。嗯，迄个是真理吼。就算讲《论语》，也是经过几啊冬。那起码来还是合情合理的嘛，那个是真理。真理啊！啊，搁有《心经》内底讲的，有没有哪一句是我们可以反驳的？没有，那个是真理。啊，你哪讲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。嘿，美存讲师哦，你唔通看人家嘿吼，大家。讲到安尼有嘴无暖吼，伊当然吼，我无咧款内底。啊，这敢敢通讲？唔通唔通讲啊！因为伊拜伊到拜五拢无款，无唔对，人拜六有款啊。你落去吼吐槽啊，可是吼、嗯，所以别人的代志，卖讲。卖讲是非，卖批评别人的家内事。咱讲拢讲真理。啊，你讲啊，我都无读遐侪真道理，要讲啥？讲好话，拢讲好诶，拢讲好诶，吼、哦嗯。来，阿爸你要办啥？办幸福，办幸福，做真诶。小学听阿弟啦吼。咱遮安尼，唱独角戏安尼，若是单卡拢无人，啊，就看来遮唱独角戏，安尼甲你讲到中华戏安尼讲，好，先来一句讲啊，回家，我今日去办信书，到位。好。所以讲，各位真贤，咱唔通想讲，哦，办信书那就真困难。各位真贤坐伫单卡嘛是咧办信书，为虾米？因为若是无各位前贤来到遮坐遮听，有法讲有这个机会来遮讲，无无。所以咱除了有人讲，还佫要有人听。咱除了会晓讲，咱佫爱有
听。啊，别人若讲好讲，哎，若讲好听话，咱还是真爱听。嗯。有好听嘛吼？较早真正做爱听好听话，即卖听着好听话会惊。哎、嗯，小可仔惊惊，吼、哦，若讲哦。迄、那个美纯，你最近吼、哦，常常来运动，真认真哦。会惊，因为有些以前拢足少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嘛足少来。咱在座的各位前天，咱则是逐个月、逐个月拢来体会班，再来上课、甲来即摆来一班，吼、哦。所以听到好话，咱来听听啥？欢喜，自己敢是有真正有遐尼好，敢有人讲遐尼好，先欢喜，吼、哦。所以听到好话爱先听，先欢喜。第二个听到好话要怎？叫签名，还是听到歹话叫签名？冰冻，不是，吼、哦。听到歹话咱安怎？欢喜。嘛是欢喜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这个想讲对讲要听吼，啊来办办圣事，咱在座各位人现来看，你已经看到足侪人在办圣事啊，咱等一下到要离开时阵，一个人搁会当摕到一个便当，至少一个便当，吼、哦，就是咱有厨房的人现在甲咱换咱的牛刀粉。所以办庆祝的机会真多真多，啊，所以咱修道的方向就是学修讲办。学后学来归纳四个字，学就是要温故知新。嗯。好，那袂当讲，我顶个月有去听体会班啊，我这个月歹，会当休困未？会当啊。啊，不过咱若想要温故知新，咱就爱来。但是，阿修。要修什么？要克己复礼。克己复礼。那来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因为咱交世俗的人无同款啦。咱来修道，咱有牺牲一寡物件无？有，咱牺牲啥？牺牲去逛街时间，但是吼牺牲交厝里的人做伙看电视的时间。所以咱有一寡疑心，因为我们在学习克制自己的欲望。我们人有需要，他想要爱，你想要爱，迄叫做欲望。啊，咱来遮听，就是咱的需要，咱应该爱来。所以咱来克制我们的欲望，克己复礼。啊，搁有咱的所有的行为拢爱合乎咱的礼节。为什么礼节遮尼重要？因为礼节就是由外而内在形塑我们的气节，所以若有人讲，哦，恁这白衫穿落，气质拢无啥同款，啊，这由外而内的塑造，要唔够咱唔通等于换家己的便服料怎啊无同款？因为咱由外而内要形塑我们的气质，咱的气质嘛爱新花甲，咱不管穿啥物衫。因为咱有来修，我们克己复礼，礼这个字是如影随形的。啊，行到对，就是一个有礼啦，安尼克己复礼安尼。嗯。啊，讲爱讲讲啥物？讲爱讲讲礼，我上次有讲过，讲爱讲礼讲礼。啊，凡爱嘛，四个字，刚刚候选人没讲，我们听一下。因为咱不止，咱讲咱修道哩，大部分的时间爱用来办圣事，但是咱嘛有世事大事，世事大事，处理的代志很好办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这是以不管是办圣事还是办咱处理的代志，拢会当叫做尽份随缘，尽咱的本分，要搁咱来随缘，为什么？兴奋，它不是被动的压力，是主动的努力。什么叫做兴奋？嗯，讲这是咱的决定，咱来去做。好，就是讲咱囡仔
六点十五要去坐交通车，咱五点半来去来煮早顿。各位妈妈敢是安尼？翁婿五点顿来要食暗顿，咱四点就爱甲米用来煮啊，伊顿来就要食饭啊，尽咱的本分。啊，随缘是啥物？随缘不是消极的放弃。是体谅包容的一份心意。咱讲啊，迄落朋友，我厝边我招伊来开会班，吼，啊伊也无啥物代志，就我讲咧无闲，啊我拢知知的啦，知知的，伊就是等一下要叫伊叫去洗菜市啊尔，啊唔来，吼，菜市啊门啊坐较细啊，吼，虽然。哎，即马都也未想讲要来，咱就搁较后家搁较鼓励了好啊，体谅包容的一份心意。所以咱咧做代志，尽份给。你咧？嗯，很好。安尼讲对个，不然你不自信起来。学要学什么？是以温故。就是温故。修要修什么？修身口意。想要讲的怎样？合情，饭要尽分，让家己靠谱啊，好一点。就那背咧，几句背真久，你马上背起来。所以讲，啊，拄啊，歌词内底有，甲咱提醒，爱尽力修，任理时修，不是任人，不是任。什么环境？因为人家环境东西空的，就是没有真理是不变的。所以咱尽力是修，随喜包容，包容这个观念，很多随缘，咱都有讲过啊，啊随喜的，什么叫做随喜？有啊，以前知影什么叫做随喜，我感觉哦，啊人咧欢喜对人欢喜安尼意思，哦啊人咧艰苦啊对伊艰苦安尼，安尼有啊感觉家己做了真好，有啊后来才知影什么叫做随喜，别人有高兴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随他欢喜是没错，这个随喜可以杜绝我们的克制我们的什么心？嫉妒，嫉妒心，嫉妒心。咱有时阵，咱有时阵看到人，咧享乐，人咧好食，人咧住民厝，会安怎？会心生咩？哦，除了可以杜绝我们的嫉妒心，也会当克制咱的心生的心，就是伊欢喜就好，伊住了安尼真欢喜真好，啊我住安尼嘛是真舒适，嘛是真自在，安尼很好，啊无，咱就一直咧欣赏别人，啊一直拢袂快，啊咱来当随喜，就是想讲讲一个，啊不是那么就世俗的例子。就是有时阵，咱的同事，因为互相食素嘛，啊，同事食醋嘛，啊，有时去聚餐的时阵，啊，同事规桌顶吼，满汉全席都是海鲜呐，啊，就食得真欢喜，啊，讲哎，袂像啊，歹势，你拢看我食，后巷这个时阵，就会表明讲一句。其实有好奇心来想讲，食遐唔好，但是表面咱随时会讲安怎，欢喜一下，我就欢喜啊，安尼较随缘啦，无人咧讲，迄个食了真欢喜，食遐唔好，不环保，物质的，你卡敢倒开，你卡你倒伊卡，你卡敢要红刀？我们不要这样随喜包容，好不好？因缘成熟，它自然就会跟着你走。或者是说，
他自己有自己的因缘，最后我们要能够用己心达天心，我们就是要找到我们的自性本源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那条路，我们在点的时候就有一条路啊，那条路要对对去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自信嘛，对不对？修我们的自性本源，现功夫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带到我们，才能扛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。我们会跟咱才会当伫修道这条路行到真自在，可能无做顺事哦。吼，各位姐妹，咱才有感觉修道就是一帆风顺，顺顺利利，生活无离无别无痛，赚大钱，敢有？无。哦，修道这条路是做自然的，有起有落。要不过只要你的方向正确，咱就袂惊迷了。吼，咱有一天会去咱想要去的所在。就莫讲有一天啦，咱逐天拢会当有欢喜自在的时间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安尼，就哈讲到这，咱再来笑一届，好不好？哦哦，咱这个爱情多香哦。